autopic 嚟嘅 ，autopic 嚟嘅，咁就所謂 autopic 即係唔係即係屙曬啦，即係差唔多齊啦。好，嗱，log 嗰、那個嗱 log 嗰個講幾句啦，講幾句啦，原本最最正常係 log y 等於 log x base a 咧，其實 equivalent 到即係 x 等於乜嘢啊？是 A 的 Y 次，咁呢個嗱呢啲公式你記得啦，咪記唔記得？記得咪？好啦，呢度預咗位咧，我留翻位咧，係講呢樣嘢嘅。譬如 Y 等於 A X 次方，咁如果我哋將個 take log 咧，嗱我 generally 咁講啊，係咪仲有一個 K？ 再咁 take log 之後咧就係 log k a x， 咁就拆開咗變咗 log k 加 x log a 係咪 ？OK 未？有冇問題呢個？咁如果呢個咧就叫線性化咗之後啦 ，denotation。好，嗰條軸叫做 x 軸同埋 log y 軸。個縮係幾多？縮係 log a。log a， y 其實係log k。好啦，呢啲 recall 翻嘅 memory 啫，咁一直都會有呢數要你處理噶啦。好 ，OK 係咪？好啦，咁 index 嗰啲我唔會逐個讀，唔問啦，嗰個唔同你自己睇翻好冇？好啦，咁到 reference angle 嗰、那個。啊呢、這個啊 ，CAC， CAC 嗰度咧，啊唔係呢個我寫咗啲基本 fundamental 嘅嘢先啊，嗱一個直角三角啊，如果 theta A B C， 你譬如 sin theta 係 B over A，A over B 啊。我第一調唔使英文字母嘅喎，我第一調唔使英文字母噶。好啦，阿邊個咧？阿蘇生大細，Cosine Theta。係啦，人哋幾正，因為先佢今日食錯過期嘢，好明顯係。好啦 ，Tangent Theta 係。嗯。我今日幫我買過期。A over 幾多？嗱，個 reference angle 嗰度咧有一句嘅，就係如果第一個 call 同 reference angle 呢個嚟㗎，第二個就呢、這個，第三個呢、這個，第四個呢、這個嚇。好啦，咁呢度咧包含咗咩嘢會問咧？第一個嘢，譬如 sin 300度，可以化翻去做 simple form 嘅，就係畫翻去三零七，畫翻十度，要300度就呢度，係咪？阿李貝瑩係咪？咁、那個 reference angle 係幾多度？六十度，好啦，所以呢度等於翻 sin 六十度，咁根據正負好就會係正定負，負，所以嗱 ，recall 你哋咋，我希望你哋記得，但唔記得咗其實唔緊要，因為我嘅經驗話俾你聽，就係佢哋會通常呢啲位唔記得，好啦，第另外一樣嘢，譬如 sin 九十度加 theta， 咁點轉咧？嗱，原理一樣噶，我都寫緊隔離。九十度，跟住再轉 theta， 咁所以呢個角幾多度啊？個 reference angle 係嗱呢只成只九十度 theta 加 theta， 咁呢只就會係九十度減 theta， 咁所以佢第二個 coordinate 等於正嘅 sin 九十度減 theta 啦，係咪？咁 sin 九十度減 theta 其實等於 cosine theta。我轉多一個俾你睇，好冇？譬如tangent 180度減 theta， 180度減 theta 嘅 reference angle 係轉180度先，跟住再向後轉翻 theta， 咁就我哋呢一個啦。
咁就呢只咧個 reference angle 咧啱啱好係 theta 嚟嘅，咁所以等於負 tangent theta。嗱呢啲要考啦，呢啲我肯定你哋要考噶啦，因為你直攞主考嗰啲嘢係講緊呢堆嘢應該係。好啦，第三樣嘢，仲有第三樣嘢，多邊主考窿珠二規則，二規則。譬如 sin theta 等於負二分一，咁點樣揾翻個 theta 出嚟㗎？呢啲叫 soft equation 啊，就用以下方法揾嘅。首先咧 ，mark 咗佢 reference angle 係邊幾嘅角先，因為咧，即係佢屬於邊度有角先。因為咧，而家係負數嘅話咧。就係應該第 CAST 應該你兩個 coordinate 有角係咪？好啦，咁直接撳翻個 reference angle 出嚟，點撳咧？就唔好理個負啦。嗱個 reference angle 咁樣撳出嚟啊，就 sin alpha 等於二分之一，輸翻佢得噶啦。左上角。唔係，我你哋好唔好 OK 先？好唔好 OK？ 唔係，我知，我。你都幾細心啊！知道我即係我哋喺度等緊你，亦都係即係揾緊。三十度係咪？咁三十度咁，所以個 theta 就會係咁樣轉三十度，一百八十再轉三百二百一十，或者係三百三十。好，嗱呢個第一 part 先啊，我停一停佢先啊。我知有冇錄㗎？有。即係照埋嗰啲有錄㗎嘛？係啦。嗱，我而家要想整埋咧。是那些圖啊 sin x cos x 和 tangent x sin x 幅圖是這樣的、其實你分開用五節就可以了，90 0 90 180 270 360，即是你最喜歡去那些啦，是吧？跟你的 Jason 一起去的呢，有沒有？沒有真的沒有你嗰間女校嚟噶嘛？係。頂咁咪冇 Jason， 你個齋溝都冇啦，係咪？要出去揾噶咯喎。係啊。好啦，跟住到呢個啦。套餐是這樣，都是分開那幾字就可以了。那就好啦，到 tangent 啦。又係嗰幾個數字。跟住呢喺九十度嗰度拉整條動線出嚟。我用紅筆整啦。喺270度有一條垂直線。你記唔記得嗰條我點樣形容㗎？就係、是、啊。粗身大就呢個，即係整啲直線全部直曬啊嘛，跟住阿粗身大企咗上啊嘛，咁樣啫，彎咗亂咗，就係咁樣啦。即係陰公係咪先？粗身大曬係咪先？我都冇乜問題。好。你會心咧？係咪有冇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咧？喺 WhatsApp 嗰度咧話佢話佢嗰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啊？冇啊！我都冇 WhatsApp， 冇電話。好嗱，直線嗰啲你自己使唔使同你温温直線嗰啲基本嘢啊？係 y 等於 mx 加 z 呢個係 slope， 呢個 y intercept。ax 加 by 加 z 等於零，轉翻條 slope 就係 b。y 跟住就負 ax 加減 c，
直線嗰啲就要嘅啦，咁嗰啲我都會剔埋俾你做嘅。咁咧就我唔釘直線嗰啲題目俾你噶啦，我釘其他嘅，好，誒都係咁樣。OK 未？好。嗱，你實際要做咧，就做到第一至五嗰啲嘅啫，一至五嗰啲嘅，六七八九嗰啲唔使噶啦，嗰啲唔關你事嘅。好，誒 ，server properties 嗰啲，因為嗰時温過，所以我準備咗三條俾你，三條俾你啫。好。嗱，我做一條呢啲俾你啊，咁你做23。誒，呢條唔係直線㗎，呢條唔係直線㗎，講明先，呢條線性化嗰啲問題嚟㗎嚇。佢話 the figure shows the log y against this x for the linear relation。嗱，如果咁樣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 equivalent to 寫 log y 等於 m x 加 c 嘅。是不是看到没有？那跟着呢，那个 C 已经给了你了，如果不给你都可以计得到的，如果有 C 都给你都计到你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个 K 呢是个 stop 来的，其实是不是？好，那怎么找回个 stop 呢？这里我们写回去，由 A 开始做了， log Y 等于 KX 加 C 加3，这个是 stop 来的，这个是 Y intercept 来的。咁嗱，即係 y intercept 呢個數係幾多？呢個數係03，為咗三啦。好啦，咁所以 OK 可以直接寫出嚟就係三減零 over 零加1.2。好，你解一解幾多？2.5嚟嘅。係咪？嗯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，佢話要你寫翻 express y in terms of x， 即係將 x 將 y 寫翻個主項。咁 y 寫翻個主項咧，我就會呢條咧就兩邊一齊，唔係貼攞，唔係貼攞，因為佢呢個有 lock 呢度冇 lock 嘛。嗱，如果兩邊都 lock 星等於 lock 星星，係咪 lock 圓圈星星咧？就會星等於圓圈嘅，即係呢個第一個 case 咁樣做啦。如果第二個 case log 星是等於一個數的話，譬如三的話，咁就個星就可以直接寫到十嘅 A 嘅三點，唔緊要啱啊啱啊，我冇寫係十嘅，記唔記到先？咁所以呢度可以寫 y 等於十嘅2.5x 加三。好啦，如果有時咧，嗱呢個可以做答案啊，因為佢係 express y 咁樣嘅，即係我特登整簡單啲。咁佢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可能佢話要呢個 formula 咧係 equivalent to y 等於A 乘 BX 次方咁樣啊，嗱我再收埋呢個方嚟俾你睇下點樣數，即係十嘅三次乘以十嘅2.5x， 十嘅三次就個 A， 跟住十嘅2.5次就 B， 咁樣睇嘅，所以個 A 可以睇到係1000 ，B 係十嘅2.5次。喂阿 Y， 你有冇問題啊？冇啊嘛？好，嗱我停咗度先啊！呢度我要加少少 look 落去噶 ，polynomial 嘅 look 先。f(x) 除以 x 減 a， 咁頂咧個 remainder 係等於 f(a)， 有冇印象？有冇？好啦，呢、這個嘢 equivalent to 寫咁樣寫噶，係 equivalent to f(x) 等於 x 減 a 乘一個 cosine。再加 remainder， 好呢、這個第一個 version。個詳細法識唔識？我唔釘俾你啦嘛。好啦，第二個 version 係點咧？如果 f(x) 除以 x square 加 bx 加 c quadratic 嘅話咧，咁就 equivalent to 要咁寫嘅，就 f(x) 等於x square 加 bx 加 c 乘一個 cosine， 好加個 remainder 咧，我特別用筆寫嘅，個 remainder 係 linear 嘅 fx 加 t 嚟嘅，嗱一陣子做到呢兩條啊，即係唔係好多啫，我特登呢啲 topic 唔係主力考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就俾兩條你做嘅啫。
好，咁跟住下一 part 我就要 call 住嗰啲 quantity 嗰啲，我唔講多次啦，因為上次講過。part 咪少咗都唔講多次啦。好，我講埋個 I 同埋個心路 product。上次講咗心路 product 係咪 ？I 咪未講，我講埋個 I 啦。I 係其實咩嚟嘅？安安婦人，所以 I 嘅意思係婦人。I 嘅三字啊，李婦人。三字唔知二次再成一次咯。即係婦人。婦 I。哦，成 I。I 嘅四次咧。好啦 ，I 嘅五次就翻轉頭就變 I 噶啦，咪？好啦，我而家問你咯喎。I 的三十九次是幾多？你背影。你使唔使落去買杯咖啡飲啊？我唔飲咖啡。飲奶茶咯。因為頭屙咯。咁咪好咯。肚屙係天然減肥法。我知，我想問你，你媽咪咧？你好似你媽咪都唔係大隻嗰啲嚟㗎。係啊，全家都係㗎。你老豆都係㗎。我爹，但係全家都係，我媽咪全家嗰邊都係嘅。Oh shit！ 咁樣寫，因為四嘅次方就會翻翻轉頭一㗎嘛，所以將39除以4，39除以4咧，其實就係9嚟嘅，所以等於9×4×9。就再加0.75，即係加3，即係4×9=36嘛。咁即係可以寫到 I 嘅四次，跟住九次再乘 I 嘅三次。咁實際上面即係 I 嘅三次嚟嘅啫，即係負 I。嗱，佢仲話打得好快啊！即係我將嗰個除以嗰個數，跟住揾個餘數，除以四即係揾餘數。我嗰日一號先有啲入咗，咁整實嚟啊！我唔會再屙嘅。咁嚴重添啊！急打埋針。好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呢啲你自己慢慢嘟啦，我唔同你糾纏噶啦嚇。好，最後一 part， 最後一 part， 我寫喺呢度啊，寫喺呢度第21頁嗰度。一個三個人，啊嗱，我唯一冇同你温咧，就係嗰、那個。probability 嗰課，即係 probability 再加 probability， 因為一温咧有啲人冇教咧，好大鑊噶。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即係好難搞嘅問題嚟。A、B， 所以其實我可以加落去，但係要加多堂咯，即係用一堂時間去由頭教起咁樣形式咯，就唔可以用呢種形式咯。即係習感就唔得噶啦，習感就好啦。個面積係幾多？你聽日考啊嘛？是星期星期是說因為星期五是星期五有問題可以直接問我，如果你想要個排列組合的練習我都有的，不是我都給了一份你了，那份都可以拿來做的。好，那面積是你本人給點工作啊？上課教2/1 A B C C 好快就忘記了，這邊我調轉了調轉都得，同埋甚至你咁樣得添喎，2/1個 B C 曬 A 都得嘅，只要兩條邊一直夾過得噶啦。同埋咧 ，C B A B C 同 C B 一樣噶嘛。好，咁仲有 E1 formula 咧。S S 係咩嚟嘅 ？S 等於 A 加 B 加 C 方法。所以個面積係。好，你背完曬咯。曬 A over A 啊！哇，你點樣搞啊？考試啊！我以為呢個係嗰個 cos 嘅。cos 咯咧。cos 咯係。
我俾俾俾你啦，C 做主項嗰個啦。A 二次加 B 二次減 C 二次。減二。A B cos C 啊。嗱，如果咁樣咧 ，cos B 做主項嗰個咧。煩。好啦，停咗呢邊啦，好少噶咋，有紙嚟最少噶，唔好話俾人知啊。